南投县玻璃镇系国内从旧的高山山区，不过去年一天的冬季中，系比年的平均值还较少。现时主要的河坝、米塘、水流中，大概将赠送七的一般天气。据说农田水利署南投管理处隔天对天空人气师安来启动连桥的机制，希望做得古味道各方农作物的耕种需求。玻璃镇主要的河坝米塘主流是金毛水，抢水准起水后还就一滴。农田水利署南投管理处讲，这位去年一天雨水起，季节合分散流费水落很少，导致凉水起出长浅出现，全口夹夹连口。在河湾山系的话 的降雨量是偏少，导致今年的那个梅溪的水量哦锐减的很快，所以不得不提早。在过年后就来实施轮灌，你都有大都大概用，少些嘛是大概用啊，拢总爱你嘛未想家己安尼用啊。是米行两条时间蔬菜分走，白凤子、小山凤子，总共日内大概879公顷安排，两下玻璃洞洞地界种波子，洞外用水，零跳出系希望水母也有水好种，不足以供应那个比较菌尾的部分啊的农民哦。那个没有办法正常的灌溉，所以要用轮灌的方式，然后把整个农民需要灌溉的才能可以满足他们的灌溉需求。是不方便啊，无法度啊。你上好是逐天有水啊。你若像咧点落去无，你无种就袂使啊。农田水利署南投管理处讲，白凤子灌溉期包含台南五十甲每个沟两双台肚子，受伤分寸灌溉期包含内部受伤分右面腹膝四个伤。管理处提醒农民，营业处置及时联系，为产前准备好，春耕暂未顺时。下个新闻李凤起南投报道。